我上面的光头加下面的光头还是不够你照，有点事想找你帮忙。我知道你杀了五哥，那个王八蛋又贱又烂，你不干掉他，也有大把人想干他。那，你帮我赚大钱，我叫你大哥都行啊。走，马娇文呢？ 我要你和马娇文来一场扑克牌世纪大赛，现在香港只有百家乐和大佬二玩的最大，推一推不用技术。马娇文自称是牌神，我要你跟他较量一下。大佬二，一般的价钱是3000一张，输赢最多几百万，你怎么会放在眼里呢？听哥不愧是香港的老正王，不过我有很高明的计谋。你想干掉马娇文？ 很多事心里明白就行了。我和马娇文虽然不认识，但我也没必要帮你。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最痛恨那种吃里扒外、忘恩负义的人。马娇文是你的老大，你都想把他干掉，我怎么跟你合作？你一定得跟我合作。 很精彩 ，A 片，人家无尽。怎么样？小兵，你这么卑鄙，敢跟我合作？和你妈的！怎么样？害不害怕？怕！小兵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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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这孩子。 挺可爱，学来宝这么快。去死吧！啊！ 劝劝你大哥，叫他跟我合作，不然就叫他好看。啊，回去慢慢欣赏吧。走。